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上进生活》，我是 Connie 黄子莹。每年莎莎妇女人袋日，大型时装表演都会吸引一众名人盛装出席嘅。今年邀请到本地著名设计师 Charlie Ho 为大型时装表演设计服饰。今日特登嚟到佢嘅工作坊，当然系想同佢倾下偈，咁同埋率先欣赏 Hossin Style 服装系列啦。Hello Charlie 你好，可唔可以同大家介绍一下你所设计嘅服装系列啊？好啊，今次嘅服裝系列咧係嚟緊2016年咧嘅春夏季嘅系列嚟嘅。咁呢個系列咧依然係會秉承我哋一向嘅風格，好飄逸、好女性化嘅 cutting 同埋感覺啦。咁亦都咧會用我一直中意用嘅水彩畫咧，好將好柔美嘅感覺咧擺喺我哋嘅布料上邊。水彩畫啊，點樣印上去嘅咧？係啊，水彩畫咁我就會將我自己一啲畫畫嘅手稿咧擺落去電腦度，然後咧就用高科技嘅數碼digital print 咧印落去一啲真絲嘅布料上面，咁樣就可以創造出我哋自己獨特嘅設計。咁我知道咧，其實賽馬運動俾人嘅感覺就係奔馳同埋有速度感，而你所追求嘅風格咧就係比較柔和同埋浪漫嘅喎，點樣將兩者結合埋一齊咧？其實我係想用另一個角度咧去睇賽馬嘅呢個活動，因為即係喺一個角度去睇呢件事係即係好 sporty 好有衝勁嘅，咁但係咧喺另一個角度去睇咧，佢亦都有自己温柔浪漫嘅一面。講到莎莎婦女人袋日有服裝，又點少得舞色咧？咁不如我哋請埋設計師 Janice 同我哋一齊傾下偈。呢一個環節，我哋有 Janice 同埋 Charlie 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配搭嘅小 tips 啊！咁帽嘅顏色應該撞顏色啊，定係 match 翻一系列咁咧？咁其實咧，好睇翻你本身自己個風格啦。咁有啲人咧，嗱，通常咧，通案通咧就會冇咁出錯嘅。但係如果大膽啲嘅女性咧，或者個風格比較強烈啲嘅話咧，咁如果想玩撞色嘅時候咧，可能佢就要留意翻自己嘅 accessories 啦。咁可能就會襯翻相應嘅顏色去撞翻個顏色咧，咁個效果就會好啲，整體望落去都會好啲嘅。咩色撞咩色好咧？可能可以試下黃色襯紅色啦，鮮紅嘅。咁樣都可以，可能個嘴唇啊，或者個高踭鞋都可以襯翻鮮紅色，咁望落去整體咧又一致，咁望落去咧又會非常之大膽，加上 daytime 同埋嗰個景嘅話咧，就會望落去好 sharp 噶啦。莎莎婦女人袋日咧，大家都會盛裝出席噶啦，你會建議大家著咩裙款啊？其實咧嚟到莎莎人袋日嘅話咧，我會提議大家著一啲當然唔可以太過 casual 啦，不過咧亦都唔需要係啲裙啊長到落地下啊超級 formal 咁樣嘅，因為始終咧嗰日係日頭啦，同埋咧你都要有啲 movement 俾自己，咁所以咧我會建議係著一啲質料好柔滑或者係有啲 shiny good 嘅質料，例如係用真絲啊或者係絲綢做嘅物料啦，咁同埋咧一啲半 formal 嘅一啲 dress 咧，咁就會幾適合。今日多謝曬兩位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嘅配搭小 tips， 希望下次再同大家傾偈。Thank you。我哋今集上進生活時間都差唔多啦，大家要記住11月8日喺沙田馬場舉行嘅莎莎婦女銀袋日大型時裝表演，到時見。10月18日沙田馬場第二班1200米泥地賽事人際杯一出閘，喜益善應聲彈出，慶彈淺笑首喺內欄第二，跑寶貝跑第三。好精神，12門徒直留喺后列，喜益善越放越顺，位置变动不大。转弯入直路，喜益善加快速度，轻弹浅笑从内栏追，最后200，好精神走势非常强劲，但系12門徒仔内栏上，好精神同埋12門徒冲得相当劲，梁家俊人马发挥十分出色，最后好精神越过喜益善过终点啦，好精神第一，12門徒后上不及跑第二，喜益善跑翻第三。